全国各级学校因讲新冠肺炎本土较进病例来增加，防疫警戒升到第三级，全面来停课，以28号来延长到6月14号。学校停课造成着拄讲无用餐就无收入，行政院有告要推出着纾困4.0的政策，目前只将传染业者纳入着纾困考量，去主办营养午餐的学校拄讲算是无纳入。这部分市府表示讲，将会向中央来争取，来互拄讲做伙纳入着补助行列。那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话，团膳业者他的一个损失补偿，有纳入，但是呢，厨工的部分呢，好像还没有看到，所以我们也积极的呢，跟中央去做反映，希望能够争取对这群厨工啊，因为停课，他们没有到学校来这个工作，而在薪资上面呢，那么有损失的这个部分的补贴，那这个部分我们也积极的向中央再去争取。另外，中央嘛咧回应讲，私立的幼儿园业者买单纳入着纾困对象，台南市的私幼各达到350间以上。伊只业者反映停课期间的营运损失，包括着退费以及发出的这教职人员的薪资等等，有高爱有超过1亿。其他包括着短期补习班、甲儿童课后照顾中心等，因为讲停课造成着损失，佮有运动产业甲社区大厦留学的服务业等等，咱将纳入着纾困的补助对象。那当然对。这样的部分呢，因为停课而衍生出来，大概私立幼儿园、短期补习班、儿童课后照顾班，那因为停课而退费呢，那么需要有些补偿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大概在已经目前所知的，那么也会纳入到我们纾困方案。教育局长陈新辉表示讲，台南市各中小主办午餐的比率高达到91%，是六度上悬。因讲是全面停课，造成着550名拄工，因为停课无供餐，影响着收入。政府依照停课大约是一个月来计算，有高薪资爱有1188万元。目前正在甲中央做着协议当中。南天新闻台以下，台南采访报道。